你为了帮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作为一个女人，表现出软弱，被别人帮助，这怎么了？ 院里决定你还是暂时回医院室工作。幼宁，别想的太多了。依我看啊，院里是对你严格要求，你暂时在医院室待几天，医院很快会对你的工作做出调整的。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那么多钱培养一个人才，总不会就是让他管医院室吧？哎，幼宁。 昨晚睡得好吗？还好。哎，那个幼男，真是雷厉风行，他把婚礼之前的事儿打理得井井有条的。幼宁，尤姐想让你参加她的婚礼，怕你不去。 让我来请你。我不会去的。为什么？压根儿就不应该有这场婚礼。幼宁，你要考虑到佑杰的感受。淮南，你们只看到佑杰现在高兴，那他以后呢？他们俩这种情况，怎么可能生活在一起一辈子？你为什么总想的这么远呢？佑杰这种情况，他能高兴的过一天就是值得的。 去吧，佑杰很在乎你，你不去他会失望的。淮南，你不要安慰我。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已经不再需要我。他们离开我之后，不是生活得很快乐吗？ 幼宁，我想问你件事儿。你说吧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说你为了弟弟妹妹做了很多，他们又不能理解你，为此你很痛苦。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呢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做是为什么？难道不是为了他们吗？是吗？淮南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这一点你要怀疑我？ 这么多年，你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的弟弟妹妹，吃了很多苦。我本不该说什么，可是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。你这么做，真的是为了弟弟妹妹？难道不是为了他们，是为了我自己？如果你是为他们， 为什么不能考虑到他们的内心感受？为什么不尊重他们的自己的意愿呢？幼宁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他们，还是为了完成你父母的遗愿，为了兑现你在他们面前的承诺呢？
谢谢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受苦了。没关系，只要你们在外面过得好，又聪。 在外面过得好吗？好。难怪，你情愿在外面下井挖煤，都不肯回家。姐，一个人总是要自己长大的。长大，又从是长大了。姐，我们几个，我、又杰还有南，我们几个都长大了。 交女朋友了吗？找了。是吗？哪儿的？在什么地方工作？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姐看看？是我一个工友的遗属，比我大3岁，还带了个女孩。又从你姐，请你尊重我的选择。可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吧？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很放松。他可以让我自信，让我感觉很安全。这些年，我们两个同病相怜，相互温暖，相互帮助。天下还有什么感情比这种感情更值得珍惜？姐，我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 又从，姐让你感到紧张，感到不安全了，是吗？又从，你老实的告诉姐姐，这对姐很重要。是。 姐，你这么多年受的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在家的时候，你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几个，吃了多少苦，我经常躲在被子里哭。我是这个家唯一的男孩，我多想能帮姐一把，和姐一起支撑这个家。可是姐根本就看不到我。 接着要求我们服从你，按照你给我们规划好的路线成长，成长为父母所希望的那种人。父母的期望对你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用这种期望束缚我们，也束缚你自己。又从，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躺在地上，一动也动不了。我看到妈妈。 死的时候，对姐姐的嘱托，我知道这种嘱托对姐来说有多重要。可是我真的希望妈妈的嘱托，是父母留给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后的爱，而我们可以在这个爱里自由自在的成长，成长为我们自己。我相信，这才是父母所希望的。还有姐姐自己，姐。 我真的希望你能从这种束缚你多年的责任里解脱出来，成为你自己，享受你自己的生命。姐，淮南哥爱了你这么多年，最近为了你，他又和他女朋友分手了。你真的看不到？你为什么不接受他？爸妈。 什么是你们真正期待的？什么是你们真正需要的？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考虑到你们的具体情况，市里同意为孙强落户了。孙强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们汤山的市民了。谢谢，太感谢领导了。孙强。 你应该知道你的户口是如何解决的啊。
希望你能按照你自己的承诺，要照顾好袁又杰医生啊。请领导放心，我们的爱情将会作证。好，关于你的工作问题，市里也做了安排，安排你到福利院做收发。真的？把家里安排好了，就可以去报到了。太感谢领导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孙强，有事吗？我这第一天上班，我可不想迟到啊。笑，给你哥准备的西装呢？怎么不穿啊？哎呀，算了吧，一个收发员穿西装让人家笑话。谁说的收发员就不能穿西装了？你出去工作代表的是咱们俩，你面貌不好，人家肯定会说谁让你娶了个残疾人呢。笑，快去把西装拿过来。哎，还有领带。知道了。月姐，我这一出去一天，你自己在家不会感觉孤单吧？不会，我和你在一起呢。孙强，好好干，要比健全的人干得还要好。嗯，我记着呢。笑，你哥现在是这个城市的人了，你哥有工作了。以前你敢想吗？不敢想。嗯。哥。嗯。这都是因为我嫂子呀。是啊。要是没你嫂子，你哥现在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哎，秀，以后啊，你看着你哥啊，你哥要敢对你嫂子不好，你就骂我。用不着我，哥，你一定会对我嫂子好一辈子的。哎，秀，你哥自己行，你回去吧，啊，你嫂子一个人在家呢，你好好照顾她。好，哥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单位人还真不少呢，他们对我都挺好的。对了，还有很多孤儿，他们有的是那个唐山当时大地震留下来的，也有这几年收养的。我看他们呢比咱们还不幸，你看咱们最起码还有个家，他们连个家都没有。你还真别说，领导给我分这工作啊，还真挺不错的，不累，坐着就能干，没事还能看不花钱的报纸。哎，对了，总有些报纸没人拿，回头让我拿回来，让秀读给你听啊。不要，那不是咱们的。反正也没人要。没人要也不能往家拿呀，咱们呀不能让人家挑出半点毛病来。就听你的。哎呀，你说这单位要离家近点就好了，我这翻完报纸没什么事儿，就能回来陪陪你了。就是再近也不让你回来。那你除了分发报纸就没别的事儿做了？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，本来这工作不就领导照顾的吗？你看你，领导是照顾咱们，但也不能满足于被人照顾着呀。你还这么年轻，有时间啊多学习学习。学习？我学习什么呀？我参加自学考试怎么样？那个也不耽误工作的，一年就考两次，过了就是大学毕业呢。我哪能行啊，我初中还没毕业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怎么不行？我来辅导你。行吗？这么多年我可一直在学习呢，再说电视上也在放电大的教程，我在家跟着电视上学，你回来我就教给你，试试吧，肯定行。哥，你看我嫂子这么爱学习，你呀就给我嫂子当学生吧。真行吗？行，我相信你。那我就试试。嗯啊，来。我们研究以后得到了些什么呢？得到了它的定义、充分必要条件，笑以及几个具体的解析函数。
给我擦擦眼泪，又有泪了。直速函数、三角函数、嫂子幂函数，你歇息会儿吧。都看了一上午了，没事的。我要学不明白，怎么教你哥啊？当然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研究，怎么办？要寻求新的途径。这个跟刚才那个算法是一样的。哦。怪不得我算错了。对，你在算这的。这个。哎，这回对了。不对，你看前面。我写错了。调走？为什么？我不想在这儿了。我想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幼宁，你不要太冲动了。上次考核小组对你的评论我参加了，事实上大家对你的评价很高，之所以暂时没给你医师资格，完全是想……陈主任，您不用解释了，我想走和这件事情没有必然的关系。这个地方给了我太多痛苦记忆，我只是想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对了，我联系好了工人医院，他们那边打算用我，还有院里为我支付进修的费用，我会慢慢还上的。这事儿我决定不了，你先休息几天，我得向院里报告。好吧，我等着。那年我向院里借了2000块钱，到现在还没有还完，走之前我会一次还上的。谢谢院里。大姐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大姐，幼男他让我来问问你，我们两个想结婚，你同意吗？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做主，为什么问我？那可不行，大姐是家长嘛，大姐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们这婚也结不成啊。我的意见就那么重要？那当然了，大姐可是幼男最亲的亲人呢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那不可能。你敢那么说？我当然敢说了。大姐是爱幼男的吧？大姐爱幼男，如果大姐希望幼男他会幸福的话，就一定会同意的。结就结吧，我不反对了。真的，大姐，大姐，那结婚你可一定要来啊！王虎买的啊，假的。幼男，老婆，老婆，哎，怎么了你这是啊？你干嘛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啊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出丑了？你还说，你干嘛说戒指是假的？喂，姐，幼男怎么了？我不跟王虎过了，我要跟他离婚，你快过来。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姐，你来了。王虎，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刚刚结的婚。姐，你昨天刚走，他就和我打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当着大家面说那戒指是假的。哎呀，王虎，这就你的不对。有男那么爱面子，你怎么能让他丢丑呢？昨天刚结了婚，他就是你的媳妇儿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不知道心疼媳妇儿啊？不是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就算他先动的手，你这么大个子能和他打吗？你就不知道让着他？我就知道你们过不到一块儿。有多大的事儿就知道哭啊！我就喜欢哭，我就喜欢哭，我就愿意哭。从小就知道哭，你忘了妈说的，哭是没用的。她是告诉你不让你哭，又没跟我说不让我哭，我就喜欢哭，你管得着吗？行，那我不管了，你自己选择，自己生活，自己处理。姐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你要姐过来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姐，王虎他欺负我，你帮我收拾他去，你打他一顿，他不敢还手的。你真是胡闹！你是我姐吗？我又没爹又没妈的，你不就是我娘家人吗？我不管，要打自己打去。哎，姐。大姐。陈主任，我来了，报告批了吗？批了，院里不同意你调离。院里同意调整你的工作，从明天开始到外科去实习。我终于还是来了。叶玲，徐大姐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谁也挡不住你，你终于成功了。没呢，只是实习而已。嫂子，嫂子，这孩子疯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哥，我哥，你哥怎么了？哦，是不是考试成绩出来了？出来了，急死我了！快说，他考的怎么样？过了，两门都过了，都过了，太好了。那他人呢？我哥打电话来，让我先告诉你。他先不回来了，有两个记者在采访他呢。好，再高一点。啊，好，哎，手把字挡住了。好，哦，哎，表情再自然一点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自强，
你知道我们唐山发生过大地震，所以残疾人特别多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到现在还在悲观失望，不能振作起来。你看你能不能对他们说两句？好，我要对大家说的是啊，无论你落到什么境地，你都不要灰心，不要绝望，只要你自己付出努力，生活肯定会给你回报的。我看到你已经取得了两门自学考试的合格证书啊，你还打算继续考吗？当然，我还会继续不懈地努力下去的。我的身体啊，虽然已经残疾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啊如此健康，如此的有力量。太好了，说得太好了。说得可以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还要赶着回家呢。好，行，那你快回去吧。需要我们送你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这行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好，再见。那再见，我不送你们了啊。孙强哥哥，我帮你。谢谢你啊，小翠。孙强哥哥，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这行啊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几步吧，我还有事要对你说呢。什么事儿？对了，孙强哥。嗯。这一次自学考试我也参加了。啊，我听说了。你考得怎么样？不好。别灰心啊，我知道你在家的时候啊连初中都没毕业，当然考这种高等自学考试啊肯定不那么容易。可能是我太自不量力了。下一回我就不参加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小翠，你这么健康又这么年轻，又没有家庭拖累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考了？我的工作事太多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再说我的基础太差了，我妈整天说我能找到这么份工作，吃上国库粮该知足了。你妈这话不对啊，肯定不对。什么叫该知足了？人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儿在，那就应该努力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至于工作的事儿，我回头帮你跟院长说说，让他多给你留点时间。你不知道，院长这人呢，特别支持咱们年轻人学习的。真的啊，太谢谢你了，孙强哥。如果下一次我考试，你能辅导我吗？我一个人学习太孤独太苦了，也找不到什么人来帮我。这么着，小翠，以后啊，咱们一起学习，互相帮助，怎么样？嗯。对了，我想起来咱们院里。不还有不少孤儿都没上过大学吗？嗯，咱们把他们都发动起来，组织到一起，办一个学习小组，大家在一块儿，互相鼓励学习，这样成绩一下就能上去。可是我们没有老师啊。我呀，我不已经考过两门了吗？我就给你们辅导这两门，等我再考过两门，我就再辅导两门，怎么样？好，明天我就去发动大家。那就说定了啊。说定了。来。走，嫂子，蜡烛点吗？等你哥回来再点。他怎么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快去迎他。我回来了。进来，就这儿了啊。六姐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妹。什么？怎么着，笑，嫉妒了？小翠儿，这才是我亲妹妹，这是你嫂子啊。嫂子。那个小翠儿是我们院的护理员，也是我一起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学。孙强哥一次就考过了，我一门也没过。那不怪你，谁都有失败的经历啊。我当初不也是吗？我连考都不敢考，要不是因为你嫂子。这辅导我鼓励我，我根本过不了。嫂子，孙强哥可都告诉我了，你可真了不起。我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叫地震给砸的。小翠，欢迎你。哟，这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着？因为我吗？小翠，你看你赶得多好。
孙强哥，嗯，嫂子，我只是来认认门，我这就走。哎呀，哪能走呢？既然来了，只不过在添副碗筷嘛，啊！哎，秀，再去拿副碗筷去，啊。是呀，来了就一块吃吧，本来也是准备给孙强庆祝的。小翠儿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，你自己回去啊，路上加点小心。再见，孙强哥，再见。再见。回家吧。哎呀，这孩子啊也真够不容易的，他这一个人呢要照顾十几个孩子呢，你说他干的活比我多，可拿的工资比我少，哎，真够可怜的。哥，嗯，你可别对其他女人动心思，要不我嫂子太可怜了。秀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你哥当成什么人了？我就那么没有良心吗？别嚷嚷，我嫂子能听见。我们只不过是男女同事的关系，这男女同事之间有个说话，有个来往，就是动心思吗？真瞎呀！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二姐夫，自强不息，开拓进取，继残疾退伍军人孙强。妈呀，二姐夫上报纸了！看看我姐夫成典型了，上报纸了。嗨，还有这个，看看。哼，就考过两门，还成典型了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人家这叫身残志坚，人家腿都没了还考过两门呢。不光这个，人家还帮助全院的青年学习。你呢，腿都在这儿，一门也考不过。你夸你二姐夫你就夸呗，你跟我比什么呀你？我就比，我就比，你没出息。我没出息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找你二姐夫去你。混蛋！你既没出息又混蛋。我又没出息又混蛋，你别找我呀。喂，姐，又难啊！姐，你快过来！我不跟王虎过了，他欺负我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大姐，大姐，我，王虎，你们还想不想过？不想过就给我散！不是，不怪我，不怪你。不管你怪谁，又怪幼男，一打架你就怪幼男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你也是，一打架就跑出来，一打架就跑出来，你让他一个人在屋里，你就放心？我不跑出来，我怎么办呢？大姐，你也知道，就这么一间屋子，我不出来，他就得跑出来。别人跑出来，还能回娘家，他跑出来。怎么办呢？大姐，我这人挺笨的，除了把家留给他以外，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姐，您不光是幼男的大姐，您是我们俩的大姐，您教教我们该怎么过日子。
姐，幼楠，姐和你说句话。说吧。你这辈子就得跟王虎一起过，而且要过得好。今后不许跟他打架，你们要是再打架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姐也不再管了。姐，那不能怨我呀，都是王虎。他就在外面，把他叫回来，向他认错。姐走了。哎，姐，姐，你等会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些记者问的问题太好玩了，给我乐的。不，说你为什么学习学的这么好？我说跟普通人一样啊。你说普通人怎么就没你学到？哎，你说孙强，孙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那个我，这位是啊，这是哦，我和孙强哥是一个单位的。对，他是那个我们福利院同事小翠儿，这是大姐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们这是啊，刚广播电台向孙强哥做了个访谈，我是来送他的。对，孙强啊，最近看了你不少的报道啊。你们这是刚要去还是啊？刚回来，这不正准备回家呢吗？大姐，你不知道访谈可成功了，好多人打电话到台里向孙强哥学习。哎，孙强哥，你记不记得有个女孩打电话进来，还问你有没有女朋友呢？可好玩了。是。那个他们不了解情况，我马上就说，我说已经有家了。孙强，啊，要是你做完访问的话，我送你回去吧，正好很久没看佑杰了。哎，不用大姐，我送他。那个小翠儿，谢谢你啊，让大姐送我吧，正好顺路啊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单位的护理员，也是我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学，佑杰知道他的。你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？啊。孙强。啊。你跟佑杰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，我知道你会珍惜的，是吧？当然当然，大姐，如果没有佑杰的话，就不会有我孙强的今天，你放心吧。我放心。走。嫂子，大姐来了。佑杰，这两天还好吧？你这么久都不来看我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。我哪敢啊！今天刚下了班，就碰到孙强了。孙强现在可成了名人了。那不还都是佑杰的功劳吗？大姐，我把饭做好了，在这吃吧。哎，是啊，大姐，一起吃吧。不了，我回家吃吧。秀儿，你把饭拿过来，我来喂佑杰。算了，姐，我吃不下。好吧。最近和孙强还好吧？哦。挺好的，你打算一直帮他考下去？当然，孙强很努力，也很争气。我听说这次自学考试，还有在校的大学生都没考过呢。可孙强只有初中毕业。可是佑杰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对不起，佑杰，你别怪姐太狭隘。可你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我不能不为你着想。你帮他打开眼界，你帮他走出家门，他的天地会越来越宽。而你，我这样说，
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自私。可你毕竟是我的妹妹，姐，就算如此，我也应该支持她走到底。不错，自从参加了工作，又参加了自学考试，上了报纸，还上了电视，孙强的天地确实越来越宽，而我却被束缚在床上。但也并不代表我的天地就越来越窄啊。是啊，不会越来越窄。虽然只能躺在床上，虽然除了大脑其他地方已经像死去了，可是只要还在努力，还像正常人一样活着，天地也会越来越宽的。姐，别为我担心，像我这样还有什么命运是不能接受的呢？姐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我今天在广播里听到你做的访谈了，你说的真好。是吗？你觉得还行吧？哎，你听到我说你那段了吗？我说如果没有你的话，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。后来记者说，这改天还要来采访你呢。不，一定要拒绝。为什么？我不愿意，我什么也没做，更不愿意他们把你今天的成绩和我联系在一起。好吧，你回头我跟他们说一下。哎，又杰，你听到那个女的打进来的热线电话了吗？哎呀，真好笑，她问我，她说你有没有女朋友了。说不定他爱上你了呢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懂什么呀？那爱情难道就这么简单就能产生出来的吗？是呀。又姐，那个大姐她没跟你说些别的吧？姐，哦，我们唠了唠家常。尤姐，我爱你，我永远都爱你。我也是。永宁，你是不是多心了？可能真像孙强所说的。淮南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他们之间真的像孙强说的那么简单？现在可能是，以后呢？以后会怎么样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。如果要是孙强真的走到这一步，又杰太惨了。你说我该怎么阻止他？淮南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什么都不要做。什么？也什么都不能做。幼宁，其实你心里明白，幼杰对孙强这样，这一天是早晚要来的。你还记得幼杰曾经跟孙强生活在一起时说的话吗？其实我相信
对于这一天，他是有思想准备的。那这样不是对佑杰太残忍了吗？我觉得不残忍。对于佑杰的一生来说，他要没有这种经历的话，那才叫更残忍。但他不能依赖孙强，如果孙强要走，那就让他走。佑杰不是没有亲人，他还有我们。淮南，还有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让佑南知道。事情正在发生，佑杰正在受伤害，我们作为最亲的亲人，却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你还让我装作不知道？佑娘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林大夫，病人发烧咳嗽，右下肺有一个1×1.5厘米的阴影。这个病人刚才测得体温38.2度，自诉胸闷。啊，我来检查一下。阿姨，袁佑宁。阿姨，您哪儿不舒服？我替您检查一下。我不用你，换别人吧。阿姨。哎呀，我不用你，换别人来。阿姨，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呀？啊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早就说过不想再看见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呀？阿姨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好吗？先让我替你检查一下。你非要把我弄死才甘心？你把我们家害得还不够惨呀？你还想干什么呀？你非把我老命要了才甘心。吴大夫在值班，把他叫过来。老姐姐，刚才那个女大夫是怎么回事啊？袁佑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你还是一名医生吗？啊！叶院长，他不接受我，他当时很激动。我知道他心脏不好，我怕他会撒谎。叶院长，袁佑宁，你做错了事情。我希望你起码还可以做到诚实。果真是为了他着想吗？当时一旁的护士在那看着，他对我成见很深。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进去。我真是担心他会因为激动而心脏病发作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等到吴大夫来了之后再离开呢？因为他当时对你说了一些难听的话，因为当时身边还有其他的护士和病号。袁佑宁，你不配当一名医生。院里已经研究决定，你被停职了。回去，好好检查自己。我已经不是大夫了。
爸妈，我是被处分了，因为我阿姨几乎送掉了性命。我一直在努力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不曾浪费过一分钟，这么多年我不曾睡过一个踏实觉。可是为什么我总是做错？难道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我不配，我不配当一名医生？我累了，我真的太累了。爸妈，也许我再也没有办法实现你们对我的期望，也许我该停一停，再成一个家，生一个孩子，甘心做一个平常的女人。爸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告诉我。严院长，你怎么知道这儿？我早就知道了。这么些年来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不是都到这儿向你的父母诉说吗？袁永年，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问题，今天是不是有答案了？什么？你曾经说过，实现你自幼的梦想，完成你父亲的遗愿，和一个医生的天职是一回事。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？想过我为何如此的严厉地对待你吗？因为我和你的父亲有过矛盾。我只能这么解释。真相啊，您到现在也无法忘记我父亲。我是不能忘记他，是他使我成为今天的我。每天按部就班的看病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，一台手术一台手术的走向成功，对我来说太琐碎太漫长。我总渴望着某一天一鸣惊人，我找到挑战权威这条路子，我发现了你的父亲。在我看来，你父亲在医学界的地位和名气都够，而且又在本市，只要我向他发起挑战，无论胜负，我都可以引起关注。于是，我找到了你父亲发表过的文章，专门挑他的毛病，点名和他商榷，逼他出来应战。我的第一篇和你父亲商榷的文章顺利发表了，可令我意外的是，你父亲迟迟没有反应。我很气愤，在我的想象中，你的父亲在羞辱我，这激起了我更大的挑战勇气。于是，我再接再厉，又写了第二篇。我的第二篇向你父亲挑战的论文刚刚发表不久，地震发生了。地震使我失去了一切，我深爱的妻子和我年仅3岁的孩子。地震也摧垮了我那颗争强好胜、只想一鸣惊人的心。我沉浸在个人的悲伤和绝望里，我觉得一切都完了。我虽然还活着，却虽生如死，剩下的只是一句躯壳。地震以后3个月，我收到了你父亲的这封信。信？对。你父亲写给我的信，他一定是在地震前写出的，落款是1976年7月27日。我记起来了，我父亲那天晚上确实在写信，而且写得很晚。你确认？当然，就是这封信。对，你父亲的信，你看看吧。
尽管你的观点并不对，但从中我可以看到一名青年才俊的全部才华。我想跟你说，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但还不是一名杰出的医生。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医生，首先要成为一个有着健全人格、健康心灵的人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可能把救死扶伤当成自己的职责，把抢救患者的生命当成自己的使命。继续努力吧，年轻人。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灵的人，我相信你也就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医生。这是一个真正杰出的医生，在临去另一个世界前，对另一个医生的触动，也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对后进者最后的期待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天你会出现在这所医院，并且发誓要成为一名医生。我看着你很坚韧地在奋斗着，为了实现理想，不屈不挠。我默默地看着你，就像看见初出茅庐的自己。我知道你会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但是就像当年的我一样，我看着你在这追求中迷失了自己。你把实现父母的遗愿当成了目标的本身，而忘了这个目标原来应有的价值和意义。永明啊，你的父亲把健全的人格、健康的心理当成成为一名杰出医生的首要条件，这其中的道理你想到了吗？你觉得你做到了？留着吧，这封信你父亲不光是留给我的，更是留给他的女儿的。鼻子，鼻子，嘴巴。越来越聪明了，来，再来，来，来，来吧。鼻子，鼻子，眼睛，眼睛。来，来，打光叔叔，来，鼻子，鼻子，耳朵，耳朵。又聪。带着孩子和他妈妈回家吧。姐。他转院了。转院了？昨天就转院了。他病确诊了吗？说是确诊了，肺结核，转到胸科医院去了。肺结核？肺结核可以确诊吗？当然，很典型的结核症状。可是门诊上怀疑过他是肿瘤。他们没有经验，他是典型的粟粒性肺结核，胸科医院做出的结论也和我们一样。哎，护士，请问一下，有一个叫王春平的病人住哪个房间？就在那个吧。子玉。你来干
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阿姨的，阿姨的病怎么样了？明知道我妈不愿意见你，你回去吧。子越，我是来向阿姨赔礼道歉的。不用了，我妈现在情绪不能激动，你回去吧。子越，子越。 大夫，啊，找谁？我是王春平的亲属，我想和您谈一谈。啊，说吧。嗯，王春平的病确诊了吗？是啊。他右下肺有阴影，在其他医院被怀疑过是肿瘤，咱们这个医院有这方面的怀疑吗？没有，他是素粒性肺结核。嗯，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胸片？啊，不可以。那医院有没有给他做过纤维支气管镜和糖化验？ 做过了，没发现异常。你问这干什么？你到底是王平什么人呢？谢谢大夫。子越，我想再跟你谈一下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谈谈阿姨的病。在我们医院出诊的时候，门诊的大夫就曾经怀疑。 阿姨得的是肺癌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不会希望我们家人好是吧？不是，子越，如果是癌的话，早期发现非常重要。你能不能要求医院再给阿姨做一次详细的检查？你不用再操心了，我们家的事儿已经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子越，这事关阿姨健康的问题。你走吧，我们谁都不想再见到你。走吧。 彭子阳大夫的母亲，她已经转到胸科医院了。嗯，吴大夫确诊她是素粒性肺结核，已经确诊了。纤维镜和糖化验都做了吗？都做过了，到胸科医院也再次做过，都没有发现癌细胞。那就是肺结核了。不过，怎么了？我曾经怀疑过她是肺泡细胞。肺泡细胞癌。 对，肺泡细胞癌是一种很少见的肺部恶性肿瘤。怎么不对呢？要是有一台手术看。 子越，如果是肺泡细胞癌的话，做一次两次纤维镜和糖化验不一定能做出来。你能不能要求医院再多做几次糖化验？怎么就这么咒我妈呢？子越，阿姨的病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，多做一次两次糖化验没有什么坏处的，好吗？胸还是有点闷，有痰，咳嗽。 这都很正常，您病情恢复的还不错。嗯，不要紧吧？没事，好好休息吧。嗯。大夫，您能不能再给我妈做一次糖化验啊？ 化验结果出来了，一切都很正常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子越，安全起见，能不能要求医院每天给阿姨做一次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妈得不了癌症，你就不甘心是吗？子越，在我们医院出诊的时候，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怀疑，那孙大夫不会要求阿姨直接住院做手术。我们再三检查，是必要的。 子阳在国外，阿姨只有靠你和我。
如果被我们耽误的话，我们会后悔的。为了阿姨的健康，每天做一次吧。还有，把阿姨的胸片给我，我想让孙大夫再看一看。好吧。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，这个病人应该高度怀疑是肺泡细胞癌，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，必要时做开胸手术探查。开胸手术探查。院长啊，你找我。子阳昨天来电话了，他收到你的信了。哦，那他为什么不赶快回来？他母亲现在……他来电话问他母亲的病情是不是已经确诊了？听口气，他好像还没有下回国的决心。为什么呀？永宁，子阳出去以后，你们有过联系吗？哦，没有。为什么不联系呢？我想让过去的事情赶快过去。那么，想过子阳为什么也不和你联系吗？想过子阳已经出去了三年了，为什么还不回来吗？那时候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，他选择了离开。当时因为有大家的劝说，他也觉得没什么。可是，在国外漫长的时间里，我想，他慢慢的回忆，他懊悔，他看不起自己。他看不起自己？他是个男人，一个男人，在自己妻子最需要的时候选择了逃避。也怪我，当时是我劝他走的。我只想保住一名优秀的医生，没有想到一次逃避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。他在国外漫长的岁月里，他给我无数次写信，写到他的痛苦。他说他不想再回来了，这一生都不想再回来了。他总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面对你和他的过去了。院长，真的没有必要，子阳真的没有必要这样自责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所以，你帮助他，你帮他回来，佑宁，你现在完全有这个能力了，把他叫回来，和你们的过去和解。这是他的电话号码。子阳，是我，我是佑宁。佑宁，是你吗？佑宁，是你吗？佑宁，你现在好吗？你过得好不好？你的信上只说了我妈妈的病，对于你自己，你一个字都没有提。你好不好？你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啊？子阳，我过得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
子阳，你为什么还不回来？你去了很长时间了，家里人都在等你，阿姨又生了病，你为什么还不赶快回来？严院长已经告诉我了，子阳，你不应该那样想。当初我们相爱的时候，我们谁都不懂爱情，我们只是爱就去爱了。爱一个人应该做什么，爱里除了爱还有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分手是必然的。如果不分手的话，也许我们的爱就会变成恨，变成抱怨和猜忌。子阳，我们做的是一次正确的选择，你没有错，回来吧，坦然地面对我，坦然地面对我们的过去。如果你不回来，就等于做了一次真正的逃避，这一次逃避的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而这一次错误是不可饶恕和挽回的。子阳，柳莹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你说吧。你刚才说我们相爱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爱情，那么当初我们爱错了吗？没有。子阳，我从来不曾后悔在那个时候以那种方式爱上了你，是你让我尝到了甜蜜的爱情和生活的快乐。那段爱情是上天赐给我的，我将怀着感恩的心永远铭记着它。柳宁，你看，我把它搁在那儿，可以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哎呀，我现在就是觉得这墙上有点空。嗯，挂点什么呢？要是搁个镜框啊，这么大的，应该还可以吧？不用了吧？我去转一转。哎，别买了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你好，子阳。你妈妈的资料我都准备好了，这是病历，这是胸片，你看一下吧。你看这一块，不行，得赶快把我妈转到咱们医院去。你的判断正确，是肺泡细胞癌。幸好的是，你为他争取了时间。子阳呢？在里面呢。哎，你进去看看他吧。母亲在他不在的时候得了病，他的心里边很难受啊。啊。我很累，让他进来坐一会儿吧。听说严院长这个手术很成功，可是已经扩散了。子阳，生老病死，大自然的规律，只要我们做儿女的，尽到自己的本分。尽我们的力量，帮老人度过最后这段时光，也就心安了。我是来请你的，我妈想见你。说哪儿去了，阿姨？
您要有信心。阿姨过去对不起，母亲。不要和一个老人生气，好吗？阿姨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以前太不懂事儿了，对不起，阿姨。子阳。回到我们家来好。